好，开始了啊，开始了。7月30号，我还以为今天8月，我以为今天是8月1号呢，结果7月份还有31天，明天才过完月底的最后一天啊。本周的话，数据层面，本周应该是在7月月底最重要的一周，因为周二有日本央行的利率决议，然后周四有非农，还有接下来美联储要公布它的一个利率决议、货币政策纪要啊，所以说本周相对来讲的话，对于上或者对于上上周它的一个在这个月份当中占有的权重，它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我们的一个普遍的观点，那对于市场上的一个大的方向，还是美元多头为王啊。现在这个没办法改变，我觉得美元未来一旦走强起来，因为我觉得现在还没有走到一个我理想中的一个强度，就未来如果美元再次走强的话，我觉得可能对市场造成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人民币可能会一发不可收拾。开始了，哎，这边路怎么上没的，声音啊？OK，那人民币的汇率肯定。大家能听到吗？同学们能听到吗？喂喂喂。那人民币汇率可能一发不可收拾。那主要我们在讲，不就是人民币啊？我们谈谈人民币，其实就谈它基本面就可以了。因为身在中国，我身在中国，那么我对于自己国家的经济肯定要比其他国家的经济要了解一些，因为我是能切身感受到、感同身受的，并且有一些数据面的支持，以及根据经济学常识，那么再加上这几年经验的判断，所以说对于中国未来货币的这个走势，我还是持有相当的把握的。当然，这个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现在其实地方的这个债务问题，那是未来中央可能是要去力挽狂澜的一个非常大的缺口。城投债，那还有这个它的这个房地产，那还有它的一个银行的坏账，那种种其实都是现在非常非常让中央头疼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看到上次也是又有一个四万亿的一个又有一个四万亿的这个放。又将这个市场上的这个流动性再次释放出来。为什么？因为现在其实很简单如果市场上没有货币保证流通的话，那么这个债务的问题它得不到解决，那中国经济它整个一个金融的运行系统肯定会遭到很严重的破坏。所以说现在还是得采用一种软着陆的方法，让现在这个状况能好度过这一段时期。因为现在是怎么内忧外患。外患是来自于美联储的，来自于美国的贸易战的冲击。那么内忧就是来自于自身经济转型的问题啊。所以说，接下来可能央行还会有进一步的一个包括这个有人出来说是吧？说人民币没有进一步贬值的基础。那接下来还有上次在这个报告上啊，这是在李克强总理他就讲了一句话，就是说金融政策我们要两手抓啊，当中其实从背后能解读出一些信息啊，就是说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放水，还会有这个进一步宽松的可能啊，货币还会有进一步宽松的可能。那中国的一线城市的一线地段的房价可能还会形成再一波的上涨，股市不好说啊，因为现在股市是越跌越没人买，就越跌越不敢抄底，就是买涨杀跌的那种啊。但是房地产不一样，房地产在现在中国它成为了一种货币现象啊，就是中国的房地产它已经成为那种货币现象，而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就资金多了没地方去待的一个海绵，一个蓄水池。所以说接下来我们看到，这种马太效应会进一步加剧，那就是一线城市的一线地段的房价会再一步攀升。那些一线城市地段不太好的地方，或者是在二三线城市那些地段不太好的地方，房价会进一步人去楼空。那这种马太效应会进一步加剧，那总体房地产的价格，或者是一个大的走势，会在08年、18年、19年到2020年之前形成最后一波上涨。那接下来政府就会出台这个房地产税来进行相关的打压。那这样的话，就必定会面临一个问题，这个中间怎么去过渡？就是在现在是2018年嘛，进入到2019年了，是吧？还有2年时间到2020年，这个中间怎么去过渡它？所以说现在我能想到的方法，
对吧？或许是中央他能想到的办法，就是继续让市场上保持相应的流通性啊，或者是持续走货币政策宽松的道路，让这个经济啊，让这个地方债啊，没有没呃，让这个房地产还保留一定的温度，让这个地方债，哎，它能通过一些这个东西去把它解决掉，把它缓和掉。因为现在大的环境不太利于中国去进行加息，不太利于中国央行进行加息。一旦加息的话，我告诉大家，那些国有企业，还有民间金融、民营企业家，还有那些已经拿到巨额贷款的僵尸企业，还有地方政府，他们会因为这个利率的升高，陷入到非常非常难的一种困境当中去。因为现在实体经济不太好，所以说大家都在搞虚拟经济。那一旦你加息，那还得了啊？本来就借的钱还不了，那你一旦利率提上去，那不是，对吧？那不是自寻死路吗？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中国的房地产现在的价格可能还会有1到2年的一个暴涨，一个往上的一个暴涨所以说房地产税啊，今年可能不会太退出来我觉得可能在人民币贬值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人民币贬值的过程当中，那么央行在这个货币政策上，我觉得还是会适当的去宽松。去到七没有问题。那美元走，那顺应的话，我们再来看美元。那美元走强的话，在今年我觉得去到100也是一个非常大概率的事件。上面现在的美元的价格是在94.72，我们看到94这个地方对于美元指数的一个支撑是非常非常强烈的终究还是没有下去。那现在来看的话是依旧还是有一个上涨的基础。那看到在4小时当中，看一下日线。那之前我们看到美指是在102，我记得当时在川普当选之后啊，103从这个地方一路跌下来的。那么今年很有可能会去把这个空缺全部补上，这个地方破上去，很有可能就是直接飙到104去，或者飙到103去这个是下一个它的目标。那我们去回想一下，如果美元指数，因为当时美指在104的时候，当时人民币的价格是七。6.9就差不多七了啊。如果这一次再上去，因为现在是在94.7，逼近95的地方，人民币就已经到6.8了。大家去想一下如果再往上走，接下来会破七的概率会不会有？或者是按照这样逻辑去发展的话，大家觉得破七的概率大不大，或者可能性大不大？那与此同时，黄金去到1200，去到1200之下，欧元破位1.12。破位1.1、1.15、1.13等等往下破，英镑继续往下破的概率会不会存在？当然是存在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对于美元的看法不要轻易的改变。那上周的一个欧洲跟美国的一个贸易战的缓解只是昙花一现，我们市场印证了只是昙花一现，所有的非美货币该跌的继续跌，该涨的也没有涨起来所以说大的方向呢还是以美元走强为一个主要的路径。接下来那今年加息4次，还剩2次。9月份一次，12月份一次，几乎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可以说不太，如果不出太大的意外的话，不发动战争的话，不出太大的意外的话，今年加息2次是一个非常非常大概率事件。OK，包括现在的一个美元市场上的美元净多头头寸的一个增加，包括黄金空头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持仓的增加，那么也使得对于美元看涨或者是未来看涨的一个预期和概率逐渐更大一点。但现在来看，我觉得近期还可能保持一些震荡这个地方可能不会太轻易被突破上去。但是我觉得突破是迟早的事，而且是在今年9月份之前一定会突破上去。这是美指。OK，这一次美国经济跟以往还有一些不一样，跟以往的这个状况还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川普这次是真的是大刀阔斧的在搞改革。包括它的这个退税效应，使得美国政府的税改政策，使得经济，那这个经济当中就包括零售数据，零售啊。还有订单呢，还有 GDP 啊，还有这个 CPI 啊，等等等等数据都已经达到了这个
创造了历史的新高。那我们把这种经济学效应叫做税改效应。啊，就税改效应使得美国现在的经济基本面、经济数据不断的在创新高。所以说，本次美元回流，美国再次伟大，或者是让或者是美联储接下来它要实行走的一个道路，那就是让整体的一个资本到美国。那这个资本就包括人力资本，包括货币资本，还有包括这个企业，还有包括它的这个人才、科技等等会流到美国。那这个时候美元会走强，对吧？美元会走强，大家可能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是说，川普不是说中国跟美国之间长期存在贸易逆差吗？美国跟欧盟也存在贸易逆差，跟日本也存在贸易逆差，存在贸易逆差。那美元走强不是不利于美国的一个出口吗？大家不要忘记背后还有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就是强势美元，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力的武器。强势美元它可以做到一点所有国家都做不到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在美元走强，那么把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带入到金融危机的边缘，引发。哎，我这个手今天切破了啊，今天弄破了，不太好，引发。导致全球资产出现大幅。那引爆，如果是这次强势美元引爆全球金融危机的话，现在已经有这个势头了。我们看到中国的股市已经开始在反应了啊，接下来可能就是传导到周边国家，包括澳洲等等这些国家。那一旦引发，因为金融危机可能就在这2年爆发了，大家要做好准备啊。一旦引发金融危机的话，就会导致全球资产出现大幅度的下跌。那这个资产包括我们再去讲的，包括一些大宗商品啊，包括一些跨国型企业啊，等等等等，都属于资产。那么这个时候，强势美元或者是唯一能走强的一个美元，或者是美国它的一个大的战略，哎，它就真真正正的能做到了，让全球资本进一步回流。这个回主动的回流，也包括这个被动的回流，还包括主动出击的一个收购，啊，这个是我接下来最担心的一个问题，这是我接下来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如果美元一旦走强，全球爆发金融危机的话，那这个时候它会大幅度的实行一个全球的一个收购计划。那么这个时候呢，像一些经济基本面不太好的一些国家，那么这个时候一是主动收购，二是被动收购，就是发出收购要约。发出收购要约，来让这个经济基本面好的、有技术的、有这个可以支持的公司发展的这些资本或者是这些企业，然后来进一步并购它。然后这个时候，美国就它的一个强势美元就相当的有购买力，或者是作为它的最后一个武器啊。所以说，接下来的一个大的方向，那肯定会是往这么去走啊。其实也不是，这已经是历史了啊。历史上只要是美国开始加息，那么那几年当中，那其实资本回流的速度，包括这些面临由于缺乏美元即将濒临破产的企业，就不得不去被美国以廉价的一个资产，或者是以强势的美元，它的强大的购买力，廉价的收购这些企业，最后呢，进一步使这个美国进入到一个繁荣的状态，或者是达到他自己的战略目的。所谓剪羊毛，我们用阴谋论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就是剪羊毛了，对不对？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全球的大宗商品的一个大的清算呢，它都是用美元，所以说美联储它有绝对的这个定价和清算权。美元贬值不要紧的，贬值也不要紧，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它是，我们在上次推荐大家一本书叫《债务经济学》，对吧？债务经济学当中讲了，美国它就是以发债立国的国家。大家去看美国历史，南北战争之后，打赢战争的时候，就是向法国在借债，最后向英国借，对吧？向欧盟借，向欧洲借，或向日本借，它本来就是一个发债的国家。所以说很多经济学家说美国可能会担心债务问题，错了。美国本来它的资本运行模式，它的经济构架就是以发债在这个主导经济的一个运行。所以说，美元如果弱势的话，它可以很好的去，哎，你看日本、中国，对吧？还有欧洲一些国家，德国等等都持有美国国债，对吧？这个时候你看美元一弱化的话，这个国债是不是就被稀释掉了呀？嘿，所以说，
当然油也不是问题，因为美国它现在可以自己产油了，美国现在可以自己产油了，它的页岩技术已经到达了现在几乎是全球第一，就是说它不再因为油价国际油价的上涨而感到痛心了。那是二战之后啊，进入到这个进入到21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油价一涨，美国人的这个物价就开始面临通胀问题，对吧？美国人就痛恨啊，最后就自己开始开发，由最大的进口国变为最大的出口国。现在，所以说你油价涨也没关系，油价涨我自己出口呗，油价跌我就进口呗，我就买你便宜的，买你沙特、买俄罗斯啊，对吧？买中东这些国家便宜的油呗。这就是资本的力量啊！所以说一个国家它的强大，我不是夸美国啊，这个地方就是大家要看清楚它背后的一个逻辑，这个很重要，就是现在世界上在发生什么事情，未来接下来会怎么走，这个大的方向我们要看清楚，才能把投资做好。这个就是基本面啊，这个就是基本面。所以说手里大家有啊，也不光是人民币啊，就是其他货币的空头啊，都可以再继续长线的持有下去。那未来可能就是在进一步这个接近这个节点的时候，我们在讲时间节点的时候，那么这些避险情绪、避险资产将会进一步加剧，黄金会继续被遭受到抛售。其实，在金本位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黄金它已经就不再是那种传统的避险资产。其实我们现在讲黄金是避险资产，避个啥险？我们看黄金啊，黄金其实等一下啊，大家，我们如果去看历史的话，看它的这个周线图，哎，今天网络好像有些问题啊。好，我们看周线图。这个是黄金在近几年的一个表现。当然说，其实，在2017年、2016年还是走强了一波，对吧？但是我们看历史来看的话，从2012年起，美联储宽松退出量化宽松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美元就已经代替了黄金的位置。大家注意看啊，从这个时间周期来看的话，当时黄金接近2000，1119，是吧？一路下跌到1200，那其实从这个时候开始，这段时期以来，黄金其实就已经被美联储的一个位置给替代掉了。也就是说，黄金作为传统的避险资产、传统的避险货币、传统的避险属性的这么一个贵金属，那么它已经被美元给替代了。所以说，现在市场上虽然说在2016年、2017年有一波短暂的上涨，但是这个上涨其实是微不足道的。相对美元来看的话，其实是真的是微不足道的。所以说，我们如果对比美元跟黄金来看的话，其实美元现在已经在逐渐替代黄金的位置，已经开始替，已经完全替代了黄金的位置。所以说，未来如果是发生大型的战争，发生战争，或者是发生这个因为人的一生啊，人的一生必须要经历过1到2次战争，或者是加上一次这种，必须经历起码一次战争，一次这个金融风暴，我们已经经历了2次了啊，有些同学已经经历了3到4次了，从98年开始往之前还有，对吧？91年还有一次，所以说人的一生最起码要经历一次战争、2到3次金融风暴和一次这个粮食危机。那现在来看的话，那黄金从那个时候开始，它的一个避险的一个属性已经逐渐的消散了，已经开始被美元取代了。所以说我们看到最近的美元一旦走强了，黄金不断的往下去遭受到一个抛售，或者是这个黄金的这个净多头的持仓在不断的去退出来，跑到美元里面去，这个也是能理解的。如果从大的来看的话，它是绝对符合逻辑的，以及符合这个整个历史的运行，以及符合整个历史的发展的周期以及运行的规律。那所以说未来如果说黄金再往下破的话，大家也不需要太恐慌啊，这个是正常的。啊，这个是正常的。所以说，对于现在的一个定向，对于现在整体市场的一个定向，我觉得大家还不需要过于的对于这个黄金啊，或者是非美货币保持太过于的乐观。这就是主要用这个，大家就稍微的去想一想，简单的想一下，去推算一下。现在我给大家几个选择：英镑、黄金、欧元、日币、澳币、原油。
人民币，你自己选，加上美元，大家自己就是，这咱们不通过交易啊，就通过这几个货币摆在面前啊，大家自己会选择哪一个去进行投资？当然是美元啊，对不对？当然是美元。所以说，从这个简单的基本逻辑来推算的话，那么我们在这几个货币当中，通过这个横向的对比，风险的评估，我们就知道，哎，其实市场上的那些大户，那些投行跟我们的想法实际上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做交易它带有杠杆，它加大了一些账户的波动性，使短期之内有一些获利可图。但是如果是没有放杠杆的话，咱们就按照正常的投资逻辑，按照一个资产配置来讲的话，那你现在是会去投美元呢，还是会去投黄金呢，还是会去投英镑呢，还是会去投澳币呢？当然是投美元了，对不对？所以说美元还有没有走强的基础呢？美联储还在加息呢？当然是会呀，还是会有走强的基础，对不对？这是再简单的不过的一个事实，所以说逻辑一定要基于事实的一个基础上才能成立，那不然的话，整体的一个方向就会乱掉。好吧，我们来接下来再看一看今天的盘面的走势。黄金日线图，大型阴线下破，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收了一个，哎，一个扁平的十字形，类似于十字形，今天是低开，低开，低走，继续往下去吞没。那下一步黄金会去哪？这个地方震荡了有一段时间了啊，震荡了一个差不多1到2周的时间啊。来看的话，黄金好像似乎有点不容乐观了啊，继续再往下走。所以说，如果呢今天黄金破下去的话，破到1200亿下破下去的话，下方的空间还很大，下方的空间还真的很大很大。那破1200有没有可能？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对于黄金的一个操作方向，那么在上周可能会有一些异动，这个异动是来自于，哎，贸易战的缓解似乎为非美货币带来了一些喘息的机会，那么集体出现了一些反弹呢，等等等等，这大家看得到的。但是我们看到啊，最终回归到理性，这个资本还是喜欢往美元里面跑，没有办法。另外，现在美国的这个短期的债券利率也不断的在缩减啊，说明市场的风险偏好在进一步降低。啊，风险偏好在进一步降低，长期的这个债券的一个需求刚需在增加。对于美元的需求，哎，形成了一种供不应求。现在其实很多国家已经开始缺美元了，啊，缺的比较严重的就是像委内瑞拉、像尼日利亚、这个像俄罗斯这些国家，其实是极度缺乏美元的。包括中国现在也缺美元，为什么呢？不缺的话，它就不会限购啊。现在去银行1万美金都难换到了，啊，不缺它不会限购，所以说全球都缺美元。啊，包括一些跨国性企业，那缺美元缺得要死。那最后，如果美联储一旦进一步收紧的话，就是我刚才讲的，很多企业会因为美元的缺乏而面临破产的风险，面临被清算的风险。这个时候，他就不得不去，哎，寻找另谋出路，是被收购啊，还是抛售自己的一个，还是裁员呢、啊？还是去优化自己的结构啊？还是去这个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啊？等等等等，就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啊，特别是一些跨国企业，它会因为缺乏美元而面临破产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大的方向。所以说，对于未来的一个大的走势，那美元在起码在3到5年之内一定不会，一定会是往上走，往上走，它会面临一些震荡。但是我们讲过，就是说，在一个大的趋势里面，或者在一个大的牛市里面，它再短促，在这个扣人心弦的这个利空消息啊，就像我们上周讲的，上周看到的这个贸易战的缓和，对吧？还有接下来你看朝鲜问题，其实也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再利空的消息，它都会被迅速的消化掉，这就是趋势的力量。所以说，未来3到5年的一个大的方向，那就是可能还是会走一个这么一个美元周期为王的一个大的路径。啊，一个大的路径，这是我能看到的。那我希望大家呢，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要因为短期的这些波动而改变了自己太多的看法，啊，还是来每天来参加学习啊，因为参加这个学习能让大家接受到更多的这个讯息，这个交易的这个逻辑和大的方向看得更清楚一点啊。这是黄金，OK，黄金的一个交易的方向我还是偏空了，还是偏空啊。今天4小时当中，我们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机会。啊，4小时两个蝴蝶啪啪打下来，下方的支撑很简单，去看到1200亿啊这个地方，我觉得黄金在这个地方呢，先不要追了，
不要暂时先不要追，追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反弹，毕竟下方还是会有一些支撑。我个人的建议就是说，黄金如果是收线能在这个地方收下去的话，大家今天看收线，如果是收下去的话，就是往下去空啊。黄金其实走起来，它的一个趋势性其实是非常明朗的，它的趋势性非常明朗的。我觉得下方的空间被打开的话，下跌的幅度还很大，就是1200之下，去到1140有没有可能呢？1140是2015年的一个，当时我记得啊，1140，2015年低点啊，不，1070几吧，1070是低点，1240是当时2015年的一个中心的震荡价格，就是在这个来回上下浮动。那这次能不能去到呢？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所以说，黄金大家，抄底的同学，那么在还没有下破之前，可以清仓的去尝试。因为尽管大的方向确定的短期之内不一定会有一些，不一定会，不一定会没有一些向上的反弹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或者是可以在市场当中发生的。那么，如果是一旦下破下去的话，1212这个地方呢，一旦下破下去的话，曾经是点刺过一次啊，这个地方你看。点刺过一次、两次、三次，这次是第四次，再往下破，那黄金可能会就会去到1200了，下一个支撑就在1200。所以说我个人是建议说，黄金还是用破位去做它啊。现在这个1219，我觉得不追，短期之内还是可能会有反弹。我觉得短可能会有反弹，但这个反弹有没有必要抢？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去抢。现目前来看的话，反转的概率实在是不大，实在是不大。上周我们看到黄金去到1230的时候，还去期待能去到1240，我们去空啊，但是1240它都不能去，1230这个地方都破不上去，你看，还是牢牢的给锁死在这个50均线之下啊，和1230这个关卡之下啊，所以说黄金向上反弹的力度非常非常有限，向下破位下去的空间非常非常无限啊，今天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等一个回抽去做，或者是等破位去做。那回抽做的话，我还是建议用蝴蝶来做，用蝴蝶做会好一些。上周我们吃了亏啊，吃了放假的亏，没用蝴蝶去做，最后导致一笔盈利的单，看得见的盈利的单，最后变为亏损，这个实在是值得反思。啊，用蝴蝶来做，日内观测，如果黄金能反弹到1230附近的话。那反弹到1230附近的话啊，用蝴蝶去做去空，止损给在1240之上一点，啊，给在1240，OK，给70个点，给7美金，OK，可以关注一下高空啊，那第一目标放在12125。第二目标放在前低，第三目标要看有没有办法下破，本周看有没有办法下破。本周有美联储的利率决议，还有日本的利率决议，日本央行的利率决议。看一下是星期几？星期五应该是，星期二是日本，哦，星期二。星期五看一下，哦，星期四凌晨2点。还有星期三有一个7月份的非农就业人口变化，OK，一个小非农嘛。那所以说，退税效应的影响下，美国的零售数据啊，它的就业啊，其实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包括它的目前的一个，美国目前的一个经济状况非常非常火热。川普最近又在发推特啊，又在发推特说，现在的经济状况非常良好，自己都想不到，自己把自己吓了一跳。看着啊，当然这个是有一些拉票的嫌疑，但是我们如果去看事实的话，也确实这个样子。啊，川普政府上任之后呢，大刀阔斧的搞税改，那现在也是在通过，而且现在美国在做一件什么事，大家知道吗？现在白宫要给美国的农业史无前例的补贴，而且现在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现在的一个通过率非常非常高啊，就是支持率现在已经非常非常高，所以说这个条例一旦通过的话，那么美国将会迎来历史上政府对于农业这一板块，对于农民、中产阶级最大的一次补贴，最大最大的一次补贴。所以说，这个也其实也是跟中国杠上了，我觉得，
不进口这个你的东西我不要了，那我自给自足跟你干上。那所以说接下来的这个中美两国的较量啊，我觉得可能才刚刚开始，就现阶段这种感觉啊，这个趋势这个局势来看的话，可能才刚刚开始。美国似乎几乎是没有任何让步的一个表现。那华春莹最近也在这个外交部的这个发这个记者招待会上，频繁的在批判美国啊，说美国不守承诺，答应的事呢也不去做啊。那最近呢也是频繁的在跟中国出难题啊，我中国是不会屈服的，我们的这个党和人民啊会有相应的措施和智慧来应对。我觉得说这个话呢，有一些当然能理解，站在一个外交部的发言人来讲，我能理解，但是从背后我们能看出一些讯息，就是其实对于现在这一次中美贸易的问题，那美国实际上是已经是来真的了，不肯让步了啊，不肯让步了。那么中国在今年可能会面临非常非常严峻的一个挑战，但挑战背后当然也是机遇，我之前谈及到过，是吧？所以说，那对于国内来讲，这些领导人现在最愿意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资金开始回流到实体经济，而不是回流到房地产 P2P 这些东西啊。政府现在最应该是最情愿看到的就是国内的内需能不能继续将这些资源人才回流到实体经济，为中国自身的这个经济、自身的实体经济形成一个改革和优化，不再是炒房子啊，不再是炒房子。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啊也说过，说这个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啊，很早很早就说过这句话。实际上就是现在，其实作为领导层来讲的话，是最担心的就是实体经济。现在实体经济很难做，大家都知道，大家肯定身边有做实体经济的，或者自己家里在做实体经济，知道现在实体经济非常非常难做，成本很高，一个是劳工成本，第二个是这个生产的成本，啊，第三个是收益率很低，啊，收益率非常非常低。就是做5年、10年实体，不如炒一两年房地产啊！所以说，大家谁还愿意去做实体的？再一个，知识产权保护不够到位。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外患来自于美国的一个这个，来自于美国这次挑战。那对于中国自身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机会，怎么去寻找到一条改革的，我觉得是很重要、很重要啊，很重要、很重要。好，来，再来看一看，再来看一看，再来看一看澳日怎么办呢？澳日还继续拿着吧，我觉得，这个地方呢也是走完一个蝴蝶，开始形成了一些短暂的，形成了一波小幅度的反弹啊。但这个蝴蝶我们看到是说，还是反弹的力度不够啊，就是说我们澳日手里还有持仓的同学呢，等待下破。下破的话呢，不排除这一笔交易还是可以把之前这个减掉的仓位把它加回来啊。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市场上的普遍的这个日币的交叉盘还是走的相对比较弱，那么上周也是出现了一个在周四出现了一个大阴线的下跌啊，所以说，澳日今本周下破的概率是很大，本周下破的概率是很大，包括在这个地方收了一个短错的小阳线，今天哎开盘还好啊，不是高开也不是低开，开在了一个中间价格，那这个地方呢也是临近82的关卡，82下破的话呢，下方的概率很大啊，大家手里有空单底仓的同学继续拿好。好，再来看一看澳币。澳币在日线上，我们就这样看啊，其实这个路径就很明显了，一个阶梯性的下跌，阶梯形式的一个下跌啊，你看，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价格行为当中的一个空头走势，一个下跌走势。所以说，澳币的一个操作的方向，我依然是倾向于偏空啊，倾向于偏空的。那么，如果单从日线的一个结构上来去解读它的话啊，其实这个就很好去判断了啊。我们看到，如果是把它放在结构当中来解读的话，那这个地方，哎，我们看到是澳币近期调整的一个结构，包括这个地方啊，一共是走了接近一二三四个阶段啊，四个阶段。如果说澳币近两天本周能在这个地方下破下去的话，那就会进入到第五个调整阶段，就是0.73到0.71，进入到这个下方的一个空间当中去
啊，总体来看的话呢，也是在均线之下，你看五十均线啊，也是在五十均线之下，方向是走空的，方向是走空的。所以说我们在确定方向之后，再来换到小周期当中，第一步是定向，通过大的方向，通过大的周期来定向。第二步是切换到小周期当中，干嘛？找入场。那 OK，定向之后，我们再切换到当中，找入场啊，找入场。4小时的话，偏向震荡啊，在0.74到0.73。其实我看这个图啊，看这个图，我个人觉得还是首先第一个入比较好的入场位置是在比较好入场位置跟黄金类似，但不知道这个地方它的地点会不会形成到这个 C 点不会走到哪，如果下破的话，可能就不会往这样走啊。先打假设一下，假设它的 C 点在0.73490。啊，完成 C 点，如果能去到 D 点，那比较好的理想的做空的点位就是在这个位置，0.74525，这是比较好的理想做空点位，止损放在前高之上啊，放在这个高点之上，这是第一个交易的一个路径。第二就是，如果它没有办法涨上，按照现在的一个行情来看的话，没有办法涨上去的话，那下一个目标很有可能这个结构打破之后，它会去到这个0.7340，完成一个 AB 等于 CD，同时也形成一个蝴蝶形态。所以说澳币，我觉得要么高空，要么在低位尝试一些清仓的多也是可以的啊，在这个地方尝试一些清仓的多，因为现在来看的话，澳币的一个它的支撑的力度相对来看还比较坚挺，它不像黄金，黄金已经又预备有下破1220了，对吧？欧元也不太行，所以澳币现在还在0.74这个地方。保持一定的相对的坚挺性，因为它背后的一个澳洲最近公布的这个经济数据还可以，再加上贸易战有所缓和，所以说对澳币来讲是有一些买盘的支撑的。那另外也是澳洲央行也是在讨论在明年加息的一个事情，所以说短线上来看的话啊，我们去做多单，那就会考虑在0.7330这个地方考虑去做一些短线的逆势的多单，这个地方就是不能做了啊，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是空的，但是位置不太好。就是我刚才讲的是，如果我们要等待一个好的位置的话，最好的位置是在0.73，形成一个XABCD 一个蝴蝶在上方考的区块。所以说，就澳币目前的一个价格，那也是在均线附近，也是在这个五十均线附近下破拉回啊。我个人觉得往下走的概率会更大一些啊，所以说我会等待在0.7340这个地方，考虑去做一些短线的多，看有没有机会。啊，这是对于澳币今天的看法。就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位置不太适合入场。啊，我觉得这个位置不太适合入场。走的有点乱啊，在当中你看，走的非常乱的。但是大的感觉是偏向一个震荡的一个低位震荡。中间价格我们就不考虑入场，好吧？这是澳币。OK，再来看一看。欧瑞，说实话，我觉得是有交易机会的。欧瑞，我觉得是有交易机会的。现在是在走震荡下跌。哎呀，我们上周其实有一单没有做进去，其实很可惜啊。这一单，那哦，上周在1.57740入场了，对吧？应该是要在这地方入场，1.57740，就差一点点啊。其实这一单入进去的话，那是已经达到目标了啊，已经达到目标了，是一个获利止盈的状态。但现在来看的话，它又回到了这个地方，我觉得不如暂时再等一等。我觉得今天奥瑞是有这个欧瑞是有机会的。这是上周的一个蝴蝶，当然没做进去啊，有点可惜。再看看欧瑞，欧瑞是在走一个比较单纯的结构下行，这种结构看起来没有那么复杂啊，比较单纯。那是我们看到在一小时图当中，也是随着高点低点往下再一看，当当当，
不断的形成这种结构。那这种结构就是我们在交易当中讲的所谓的这个知组互换结构啊 structure，它在一段时间之内形成多次的这种支撑、阻力、支撑的互换啊。按照这个形式来讲的话，就是它其实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很明晰的看到，它其实就是一个做空的位置。其实很明确的看到，它就是一个做空的位置。我们做一单吧，做一单欧瑞，做一单欧瑞，OK，入场就限价入场，不要再挂了啊！我就经常挂不到。上周我们如果是澳限价入场的话，就止盈掉了，不要再挂了。止损放在20个点，放在1.1664。放到这个大阴线的618之上一些，OK，4小时，那4小时放21个点吧，放21个点啊，放在这个50均线之上一点点，啊，放在这个50 EMA 之上一点啊，21个点，OK，就先加入，不要再挂了，挂了肯定又挂不到。止损放在1.16173，啊，放在这个50均线和200日均线的夹角之间，啊，21个点，看一下稍等啊，看一下这个止损放16，稍微放上一点，放23个点吧，放二十三个点啊，同学们，稍微放上一点点。好，就先加入，止损放在1.16192，啊，这个单做进去，1.13192啊，就先加入。目标一呢就给在前低了，这个地方的前低，啊，我凭它这个感觉来讲的话啊，凭它这个结构来讲的话，那这个地方可能是走这样的一个，可能会走这样的一个震荡。抽到回抽到这个支柱结构，在这个地方可能会倒腾一下，再下来，然后再破下去，啊，形成一个新的结构，或者破下去之后，哎，再倒腾一下，会有一些好的机会，再往下去，在这个地方，啊，按照这样的当前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应该是走这样的一个路径，应该是走这样的一个路径啊，所以说我个人觉得欧瑞可以做一做。啊，就现价入，止损23个点。40分钟。OK，好，再来看一看，英镑，英镑。英镑还是在走一个震荡啊，就震荡区间内震荡下行，还在走一个区间内的震荡下行啊。我觉得英镑今天要是关注高空啊，关注在这个前方高点0.32、1.32的高空，回抽的高空，或者是关注它的一个破位的多。那破位的话，得等破掉1.31，因为现在还是在酝酿，现在英镑还没有破下去，还是在酝酿。那这个地方你看，还没有破下去啊。我想看见的是那个讯号出来。好，我们在周末讲了，周末来参加听课的同学知道，我得看见那个讯号出来，所以说英镑现在还不能做啊，现在还不能做，好吗？另外就是，如果这个地方日内没办法下破的话，回抽到了1.32，我们就在1.32再去空它，1.32可能会形成一个618的双顶，可能会形成一个618的双顶，这个地方你刚刚好是618的位置，这个不排除你看走下来再测一下，这个地方走个双顶啊，然后再下去。
所以说我觉得英镑今天还是以做空为主，这个交易的方向不能搞错了，做空为主。啊，下破下去信号还没有出来，所以说第一是等反弹，第二是等下破，就这两个啊，比较简单，不需要考虑太多，不能做多啊，英镑还不能做多。OK，再来看一看欧元，欧元也是走得很忐忑啊，上周呢也是出现了昙花一现，走到1.74。本以为欧元可以突破上去的，哎，结果只是一个虚晃，也晃倒了很多多头啊。在这个地方去买入1.71买入1.70上买的多头，啊，全部被打死了，晃倒了很多多头。欧元目前的状况不容乐观，我个人是建议去破位去做。现在来看的话是点在1.16这个地方，上周是没有点到1.16啊，形成了微弱的支撑，只能讲这个支撑非常弱。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如果是欧元是下破的话，这个地方有下破的概率啊。你看，可能就是啪打下去。所以说，接下来就关注1.16下破之后的回抽去空。那第二个就是走到这儿，走到前方的一个阻力位再去空，就跟英镑一样的思路。但目前来看，走到前方阻力位的概率不大，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关注欧元的一个破位的破位的一个下破的交易机会。这个位置我建议是先暂时等一下，因为它现在在回调，所以说这个回调到它能回调到了，那为什么要破位做呢？破位意味着回调已经结束了，就是如果你在这地方做啊，它还是在回调的过程当中，所以说你不能确保它这一次回调的一个高度会回调到这儿，还是到这儿，还是到这儿，甚至到这儿，对吧？但是呢，它一旦是破下去，打比方说啊，回调到50%的位置，一旦破下去，哎，你就知道。这一波的回调，它结束了，对吧？结束了，破位下去，说明行情会继续反转，我就去空它。所以说，这是破位交易当中的一个思路。为什么有时候要破位交易？就是因为这个啊。为什么不？现在来讲的话，你说老师为什么不在现在做呢？这个位置比1.62入要好一些啊，是吧？1.16568这个位置明显要高一些，为什么不入呢？因为我不知道它回调什么时候结束啊。我一入的话，我止损如果摆在这儿。说不定它就回调到这儿，上一线嘣打掉，然后再下去。所以说，我们宁愿以更低的价格入，为这样的确定性会更高一些。这是我们是讲的市场条件。所以说，市场条件它基于一个前提，就是它能保证在交易当中的确定性，因为它是已经发生过的东西，就是它已经下破了，说明哎这一波空头再次入场，它已经发生了，我们就要去 trade 我们能看到的东西，去交易我们看到的东西，就这个样子。好吧，不过欧元呢还是偏空一些啊。OK，再来看一看，纽币也是在走反弹，纽币的这个位置啊。我觉得可能还会，它可能会有一个6.18%的回调，这个地方，那纽币的话可能会回调到，可能会回调到这个0.6820，然后，哎，再去给你来一个 A B C D，那我觉得这种概率很大，你看，它可能会这样走，现在价格是零点。现在价格是0.67、0.68啊，所以说纽币今天它可能会回调到6.18的位置，可能在这块区域，对吧？0.6820，砰，再打下来，A B 等于 C D，然后在这个地方，哎，反弹，开始下破呢，还是持续反弹啊？所以说我个人觉得纽币的一个思路还是高空，还是关注高空啊。今天关注的一个位置是0.618。那在0.68183、0.6820附近，关注这个位置啊，这个可能会是一个 C 点要去的位置啊。这个地方呢，它如果没有办法上破的话，我们待会看啊，纽币如果走到这儿，看就考虑去空进去啊，止损就放在这个高点之上，这个阻力的高点之上，或者放在 X 点之上也可以。我个人建议放43个点，目标就看在前方低点。看到这个支撑线之上啊，这样子来看，大概是1.2。
啊，回调到618，空，然后空，止损0.68637，目标0.67334，可能会去走一个 A B 等于 C D。OK，这是纽币。啊，当然有一些预测，有一些预测行情的一个行为在里面啊，所以说，我们用可以观测一下，可以不用挂单观测一下，走到这儿呢，开始拐头向下的时候，就可以做进去了，还是偏空的，整体还是偏空的。看一下今天其他的品种有交易机会。纽日这个走的墨迹啊，但是它的新低，它的低点已经被打出来了。大家注意看，纽日已经创了新低了，所以说下破的概率还是存在的。大家手里有纽，还有纽日的单的同学呢，继续拿，继续拿。我说了，下方是在72，在74作为大家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啊。那如果是上周没有创造这个低点的话，那可能就反弹上去了。但是它已经创造了低点，说明在这个地方有可能会去走一个，哎。走这样的一个走势，啊，这个线画的标准，可能会去走这样的一个下跌的走势。哎，可能在这个通道之内依次往下去走，所以说目标可以放在74啊，空单还是可以继续持有的，低点已经被打出来了。OK，再来看一看，哎，这个棒二是不是已经破了？刚才看见。是棒加吧，棒纽哎，棒纽这已经下破了呀。棒纽已经下破了啊，棒纽应该是也可以做空的。棒纽啊，棒柳其实也是一个今天可以关注的品种啊。棒柳它这个，你看这个三角形整理已经下破了，在这个地方，这是个很重要的讯号。但是棒柳的点差有点大，我不是特别喜欢做棒柳这边，就是它是棒系货币当中点差很大的一个品种。放牛，放牛下破了，看看日线看，日线来看也是个下破，日线出现吞没下破，吞没下行这个地方，等关注一下啊，放牛关注一下，我们待会儿看一看欧盘它的一个表现啊，我觉得放牛今天是可以空的，我觉得放牛今天可以考虑一下啊。止损摆在哪？看一看，帮你。这方是一个楔形的下破，我觉得棒柳要不也空一单啊，空一单棒柳也可以啊，大家注意啊，棒柳我觉得是可以空的，入场点呢就放在，等它上去一点再空啊，放在1.1946，OK，止损放在47个点，放在1.99318。
1.93318，棒牛也可以空啊，棒牛也是个今天破位的一个品种，我觉得是四小时当中一个破位拉回 short，破位拉回 short，看一下它的。OK，好，棒牛也带一单。那今天我觉得棒牛也是一个交易机会啊，可能一个破位拉回的交易机会。入场点呢1.92846，止损1.93318。OK，好，目标怎么看？第二目标放在这个168的扩展，放在这个 AB 的168的扩展啊，接近前方低点的位置。168的扩展作为大家的第二目标，第一目标放在414，放在1.414的位置，两个目标。OK，好，这是棒牛，今天做一单，好吧？好，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欧澳不要入场了，欧澳是一个先打到目标位置了。偶尔因为他在上周我们没有入场成功，所以说他先打了目标位，通常是应该把它取消掉的。就是你看我们的当时的止盈位置是在1.57273，对吧？那但是挂单还差一点没挂到，他就走到这儿，再反弹上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尽量的再不要入了，就是它的效果会差一些，我们再等一等。啊，偶尔的话已经入场的话，现在应该是略有盈余，可以先了结，这是我的一个经验。因为我通常不喜欢在一笔挂单没有成交之后，先打到我的目标位，它又回到我的原本的成交的价格，我再去入啊，这是我不太习惯这样子做。当然，这个交易的方向就是震荡做空是没有问题，就是欧澳的它的一个方向还是往下在走，它的一个方向。那可能还是一个在这个地方的一个一个震荡下行，并且也是一个一小时当中的一个支阻互换结构，所以说它的短期之内的交易方向高空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地方你看，放放放空下来，但是我觉得由于入场位置稍微差了一点，入场时机不对，在上周入的话，那今天再挂单的话，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再上去，因为这个地方它没有破下去，看见没有？它如果是下破的话呢，可能会打开下方空间，但是它没有下破，说明在此还是有相当的支撑的。那现在是在一个反弹的过程当中，那不排除它会再次去不断的在这个地方试探，打破这个高点上去概率也存在啊。所以说，我觉得偶尔暂时先，我个人是把挂单取消掉，啊，我个人把挂单取消掉。OK，今天空的欧瑞，欧加也破下来了啊，看看欧加。哦，欧加也下破了，但是欧加的这个位置呢，欧加这个位置啊，我觉得太低了一点啊。我觉得欧加，我比较理想的入场位置或比较舒服的入场位置，应该是在1.53这个位置，这个结构我会考虑去啊。现在在反弹，说明底部还是有些支撑的。现在是看一下。啊，现在是6.18%的位置，刚好是6.18%，日线收了一个十字星，这个地方你看，我们看日线就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些买盘进来了。今天是你看平开高走，哎，不建议空啊，欧加不建议空，不要空欧加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如果是收线没有收成这个样子的话，我可能会考虑这个地方空，但是收线它收了一个十字星，说明这个地方有持续的买盘进来啊，我暂时不空欧加。等一等啊，等等，我觉得今天刚刚找的两个品种都是还可以的，啊，这个一个棒牛啊，棒牛应该要入场了啊，然后再是一个欧瑞，这两个品种啊，这个震荡其实这个趋势很明显啊，这个欧瑞看的话，你看就是在往下走。砰砰砰往下走，中心在下移。
棒牛呢是一个破位，你看这两个都是很好的品种啊，一个棒牛，一个欧瑞，顺势交易，不是逆势交易，要顺势交易啊。OK，美日如何看？我们看看美日，美日看，我觉得美日周二有看黑田东彦讲些什么东西吧。美日在这个地方逐渐开始形成双底了，这个地方开始形成双底了。我不建议再去空美日了啊，我觉得美日在111这个地方可能会告一段落啊，就是这一波下跌可能会告一段落。因为大家注意啊，大家不要看美日在这个地方跌得很凶，但是它其实它的底部的一个支撑线是没有被跌穿的，所以说现在外加上美元又在走强，就是这个是最关键的东西，大家注意看。这条线是美日的生命线，尽管在113遇阻，但是呢，它终究没有跌破这个位置。也就是说，未来美元走强的话，美日币即使再强，它不可能强过美元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对吧？现在是美国在加息的一个周期当中，日本央行还没有，对不对？所以说，日币一定要弱于，就是在两个货币都相对比较强的情况下。美元肯定是要优于日币的，所以说美日在基本面上来看的话，它没有比美元强的基础。那从技术层面来看的话，111这个地方是一个美元对日币的一个日线级别的生命线，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撑。短期之内，我个人觉得不会破下去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只要它不破的话，美日接下来就是反弹，下一个目标可能还会往上走。日币其实对美元走强的一个它的一个反应，其实也是非常敏感的，就是说，之内它可能都保持相对偏弱的一个格局。另外在形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地方呢也有一个，这好像是个头肩底，你看这个地方好像是个头肩底啊，你看一个 W，你看反倒像一个头肩底啊，所以说不建议大家去空美日了啊。我觉得美日在这个地方，它支撑住的话会反弹上去的。OK，所以说接下来美日的一个操作，接下来美日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策略，大家注意看，其实这点类似于三角啊，一个收敛三角，它如果是破上去的话，就可能就开始走高了。我觉得我们可以在等它打破前方的这个阻力的时候，哎，在这个地方去多它，在111这个地方。哎，考虑往上去做，往上去做，好吧？美日啊，等一等，美日我开始偏多了，不再偏空了，因为110这个地方它没有跌下去，并且有头肩底结构，那我等待它在4小时前方的阻力上破之后，那么上方的空间被打开了之后，我会考虑去buy 啊，目标我就放在前高，短期内目标我就放在前高。OK。人民币啊，又有看人民币，实在不愿意讲人民币啊，讲得我惹了一身祸啊，后患无穷。OK，0.68，本周应该是没有问题，问题。好吧，那就讲那么多吧，今天。奥瑞啊，今天没有带奥瑞啊，今天带的是欧瑞。欧瑞有目标，目标放在1.1570，这是第一目标。第二目标呢，咱们等下破，看欧瑞，看今天有没有办法下破，啊，看欧瑞今天有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下破。下破的话，我们再去看它第二目标在哪。啊，我个人是比较看好的一个目标位置，因为这也是618，所以说它还是有些支撑的。618破下去的话呢，下方的一个目标呢，我个人觉得可能会去到1.5，啊，1.5整数关卡。所以说，第二目标呢，还得等这个地方618下破，好吧，暂时先设置一个目标，就放在前方低点，1.1570，啊，这是欧瑞，做短线，今天的都是短线，还有咱们的棒牛啊，也是一样的。先设置一个目标啊，棒牛是两个目标啊，第一目标是在141的位置，1.92230，第二目标呢在1618的扩展1.9210，
好嘞，好，那今天就咱们就讲到这儿啊，明天我的手有点疼，我就去医院去看一看。好，那咱们明天下午再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哎，明天不对，明天的欧盘是我讲，明天的欧盘是我讲，明天的亚盘是郭老师讲。咱们时间就明天周二的时间对调了一下啊，明天咱们欧盘再见啊，明天欧盘再见，好吧？那祝各位交易愉快，有问题咱们在群里再继续讨论，拜拜。